那个，首先要防住对方的进攻，先去击退敌人的先锋吧。你走吧！ 真是精彩的战斗！撤退！这次刘备军居然如此厉害，撤退！对付刘备军不用讲什么策略，得硬碰硬，碾压他们吧！撤吧！本以为能够先声夺人，看来是太小看敌人了。撤吧！ 这那里，升了。要是有了兵器，对进攻确实更加有利。但是，敌人也不会轻易交出兵器。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鹰打击敌人的痛处，我要去那里，升了。我太大意了。 没想到兵器竟会被敌军夺取，哼！解招吧！哼！只能如此了！我才不会把兵器交给你们，受死吧！解招吧！解招吧！解招吧！准备就绪！ 解招吧！解招吧！解招吧！曼城的援军来了，这下解招吧，可以攻破刘备军了。解招吧！解招吧！解招吧！直到此为止了，兵器居然会被夺走。解招吧！ 继续追击也是毫无意义，只能放弃兵器了。我们撤！好，太好了！真是精彩的战斗！看来我们已经彻底逃了出来。